别装了，别装了！哎呀，烦死了！你谁呀？啊，我没认识。你不是酒吧那个帅哥呀？干什么？打的你！啊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你好。我叫许丽，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啊，我叫孟小娜。真好听的名字啊，孟小娜。哇，你的指甲好漂亮啊，还有你的眼影也好美。哎，谢谢。你。不会是化妆师吧？还是模特？并没有，但是他们都叫我网红徐老师。可以，这个长相嘛，是吴彦祖那个级的。真的吗？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看到那个男人了吗？他是我老公。哎呦，不错嘛。哪有嘛，一般呢。别不好意思嘛。哎，这样，一会儿出去呢，姐姐教你几条追男神的黄金定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知道了。那是谁的病人？不知道啊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我怎么了我？刘医生，平常看你一表人才，没想到你这样。你有病吗你？是我豆腐。谁吃你豆腐了？就刚才。我追人呢我。你什么你啊？我们那追病人呢。吃豆腐追那俩人呢？走远了。不要走，欺负人是吧？病人呢？不是让你在那边看着他吗？喝口水。喝什么水？他跑了怎么办啊？不可能，我看那么严，能跑？你们俩给我站住！你们，放了！
真的跑不了了，我也不知道呀，他去哪儿啊？杨梅，哎，人呢？人呢？哎，看外面看有没有。真他妈会玩儿！走啊！啊！快走啊！Thank you.
你是谁？啊，我是怎么来的？是我自己还是你？这个重要吗？本来想给你扔回家的，后来一想，这样白欣欣也要跟你在一起，所以就……啊，其实说来话长。我是不是？行了行了，先别说了，先出去吧，这事儿以后再慢慢解释吧。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哪来那么大力气，一个男孩子力气。女孩子，难道是莫小娜？你快把衣服换上吧，这是你老公我最喜欢的衣服。我为什么会说老公？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，你换了就赶紧下楼吧。你怎么老神出鬼没的？不是，我们俩要对一下口供啊。上化妆台。没事了吧？没事没事，完全没事了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今天要找时间过来陪陪你。来，你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集，我想护工肯定不会给你读。之前呢，都是你读给我听，现在呢，只能是我读给你听了。我给你找一篇你最喜欢的，应该是这儿呢。这么说，现在你哥哥已经完全知道我是多重人格。哦。其实，不只是莫小娜，他也见过崔皓月。崔皓月？啊，他本来那方面就比较敏感，又连续见到你和崔皓月，所以，总之，他不会利用你的弱点，来满足他自己的一己私欲。嗯，你放心啦。以上。是合同里的第四项第二条，汇报完毕，先这样喽。啊，对了，这段时间你在我家，先当驻长江吧。啊，我爸妈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很崩溃的。对了，
那个，我就在厨房，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，好吗？白欣欣，怎么啦？只是两个月而已，在最后的两个月，我做你的男朋友好吗？其实我早就知道，你心里从来就没恨过他，而且还深深的爱着他，这我很清楚。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你爱着他，我还要抓住你吗？因为只有你，只有你可以改变我的人生。我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找到这个孩子，也不会让逸臻想起以前的事儿。甲方，乙方不能爱上包括甲方在内的所有人格。我会交违约金的，我来违反这条合约，怎么样？你要干嘛啊？你要干嘛？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啊！我们要对个口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对个口供。你看我。怎么了？这是我妈妈的照片，我户籍上的妈妈。这张照片怎么会在你们家？是我的。这张照片是我的。向荣，你怎么会有人家妈妈的照片啊？找了这么久，连个孩子都找不到吗？您不要担心，就快找到了。就快找到了，这句话我听了无数次了。给我准确的消息，到底要多久？我们已经找了家庭过了，我在那问是谁把孩子带走的，请您放心，找到人是迟早的事儿。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，沈家到底隐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会调查清楚。都是因为你，逸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你。出去，带着你的沈逸臻出去，去美国吧，在那儿。想唱歌，想喝酒，随意。
这日子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呢？就算你不把他当成亲孙子，起码也不要把他当成外人吧。哪怕你对他只有那么一点点祖孙之情，一针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知道吗？他变成什么样了吗？他现在连亲生父母都不认。那你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？别在我这耍酒疯，出去。当初纯哥坚决要跟赵曼离婚，离家出走，无处可去的时候，是我一直在陪伴着他。当你的儿子对整个世界都绝望到痛不欲生，活不下去的时候，是我救了他的命。你这些陈年往事，你要说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如果你觉得一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那么你就当还我一个人情。当初要是没有我，你儿子早就死了，咱们今天就一命顶一命。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不管你愿不愿意面对，沈一真是我和纯哥唯一的血脉，就算是全世界都变了，这个事实也永远不会变。所以你让一真回来吧，趁他还没有彻底被毁之前，你让他回来，马上。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张照片怎么会在你那儿？没想到这样被发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抱歉啊。其实呢，本来是想写一部悬疑小说，原型就是沈氏集团的家族史。对不起。欣欣发现了吗？过一顿骂，我就放弃了，然后把之前所有收集的资料都烧了。没想到留下证据了。真的吗？不然你觉得我还有什么理由？你说的真的是全部的理由吗？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？我们谈谈。你真是的，这是人家家里的事儿。别管了，一边带着去。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沈家？你就当做是作家的好奇心吧。作家的好奇心？那么沈家的哪一部分引起了你作家的好奇心？沈一真是什么让你这么感兴趣？你父亲沈纯，你爷爷沈景洪，还有你的母亲赵曼。对不起，是你户口本上的母亲赵曼。他们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。然后呢？你都了解到了什么？我中途就放弃了，因为谜团太多。那你好奇的理由又是什么？你就别再问了，我不会动笔，更不会出版，所以你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。向荣，你刚刚跟他说什么了？哎呀！哎，向荣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没有说完。哎，向荣，
白香柔，你等一下。去！你们两个搞什么东西啊？客人都走了两步了，这搞得我忙的，我真想找大帅来顶替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粗鲁的对待客人呢？不是有兼职吗？什么兼职？兼职今天都放假了，他们两个是客人吗？长江，你帮个忙好不好？你把一天拉，你帮你妈妈好不好？不，再快走了，走了。爸。地下室的孩子也跟沈氏集团有关吗？你要说什么？作为沈家的儿子，难道不是你小说中的原型吗？为什么会那么想？地下室，地下室恐惧症我有。这我真的不知道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这羊座好辣眼。我们家自己住。搞什么嘛，弄个羊球你们弄个半天，你们弄不好那客人等吃了一盘鸭子等半天了。去快点。晚上。这是。晚上啊！那地下室的孩子到底是以什么为原型？是你和白欣欣吗？沈一真，听说白欣欣也有地下室恐惧症，你也是吧？那篇小说写的，难道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故事？喂，你们两个年轻人到底搞什么东西嘛？是吧？做个事情磨磨蹭蹭的，这个烤鸭的柴火你妈不赶快去劈啊？我对你们两个年轻人失望透顶了，透顶了！平时都是这么吓人。去拆家伙吧。白欣欣为什么会害怕地下室？你俩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点，好不容易有一共同点了，你不应该感到高兴吗？那你为什么会说男孩子是因为爱才假装自己也害怕地下室？你对白欣，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啊，怎么就不能示爱了？哥哥就不能爱妹妹了吗？向荣，你怎么在旁边偷听呢？你啊，是妈妈，妈让我来的。我刚才，你今天问题很多呀，要干什么呀？你莫小娜和沈真合体了你啊？你既然那么多问题，那我也问你个问题，你亲生母亲是谁？搞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两个是戴着耳机的是不是？我叫半天你们都不回答。吃饭了啊，吃，走，不吃饭你们脑筋有问题我看的。老婆，你今天啊最辛苦了，这么多客人，你看你忙的还给我们搞这么一桌菜来。大家开心就好了。哎呀，干杯，生日快乐。向荣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长江来这么久，我们没给他照过相，我们要照一张全家福的相片吧。好，你就帮我去那个，去弄你们的长江年轻人搞那个什么杆子啊那种。自拍杆吧。哎，对，弄个5米的。哪来5米长自拍杆？那叫吊杆吧。我脸大嘛，弄远一点拍。你看我就弄。那谁让你今天那么对我呢？你好像不耐烦的样子。哎，好了，拿我的来拍。来，长江。喜欢你啊，来，你拍哪去了？来，长江呀，你笑一个呗。啊，好不容易来我们家了，笑。一
二，等一下。2017年3月27日晚上10点整，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刻。茄子，哎，女儿，你刚才讲那个话，我听起来突突的。是突突的，那还不如我这呢，这一刻更清晰。这个怎么样？你那是讲的广告词了。好了好了，接着照吧，快点。咱再拍一张，再拍一张。小点张，我脸显得有点大。好。很重要的，我来，我跟你妈妈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俩，那就很亲热的样子啊。一二三，啊，向荣，你过来拿吗？我不，我在前面脸好大，我脸也大，我。向荣，你去照，你去照，照的好看点。每次都牺牲我，照的好看，人家有用意的了，来吧，坐好点啊。一二三。陈家，这次我都发现你都没有喝我的小米酒了，我小米酒酿得好，你不捧场了，看不起是吧？没档次是吧？啊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就喝，你就陪他喝一口呗，在飞机上不是挺能喝的吗？阿姨，叔叔是这样的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我酒量很差，我喝完了会耍酒疯，我怕破坏气氛。哎，没事，哎，没听说过吗？劳动之后你们酒是最强的。嗯，船家，我跟你讲，我叫你喝你就喝了呗，来喝，喝，走吧，啊，哎，你们不要再欺负我的男人了，啊，我男人都说了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，你们还要逼他喝，你们干嘛呀？我们家没有人权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人权了，没有人权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回事嘛？是不是没人权？是不是不行了啊？给我们表白了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丫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在父母面前耍酒疯，怎么回事？从来，今天起，你是我的男人。你们啊，哎，别喝，哎，别喝啊，别喝。谁要是敢欺负他，我……哎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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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闹了，我喝多了，给，小心啊！我去，来来，我背他回去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毕竟是因为我才喝多的，我来吧。我来吧，他毕竟躺在我身上。你给抬回去了。你俩已经把我女儿弄成两半了。来，把他们两个人抬走，不啰嗦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大哥很沉，像你这么瘦，你根本抬不动。我劲儿挺大的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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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抬了。我是他哥。哦，两个人一起抬的，赶快抬回去了，难看了，在这里搞死了。行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。你是我的男人。喂。该走了，你又不睡这屋。哇，
我妈已经给你铺好床了。白向荣，不睡了。谢谢你，托你的福，我才能遇到这么好的朋友、家人和我喜欢的人。如果你说的好朋友指的是我的话，那你错了。我对你来说不是好的朋友。但如果坏的朋友也无所谓的话，那我就勉强当一下吧。朋友，我想当不能说话的动物。我们来世再见吧。大帅，你当二哈，我当金毛，怎么样？我们把这辈子没有讲完的故事，下辈子再接着讲起来，好不好？你好像不是很想当二哈，那你当金班也可以啊，怎么样？就知道你喝多了就在这儿，看个鬼样子。明明酒量不行，非要跟老爸拼酒，难受了吧？嗯。啊，醒酒药。好球。全世界都被你吞噬了。
思念，残缺的翅膀撕扯着伤口，走不出你给的狼，透不出挣不脱枷锁。